哪来的四个鬼？叶朝阳想了一下，随即明白，呱呱和林三生算两个，另外两个指的是阴阳镜里的雪琪和陈露。当下嘿嘿一笑，我这也是特殊情况啊，你都知道的。青云子叹了口气，在蒲团上坐下，把旱烟捧起来。叶朝阳立刻凑过去，装了一袋烟，恭敬地送过去，再帮忙点火。该拍马屁的时候，一定要拍马屁。青云子满意地吸了一口，示意大家都坐下，然后高声把苏钦章叫进来，让他沏茶。苏钦章很恭敬地泡了一壶茶送进来，倒了四杯，分给三人一鬼。还有小生的份啊，多谢多谢。林三生对苏钦章拱手致谢，苏钦章笑了一笑，退了出去。青云子望着他的背影，一直等他走后，对着叶少阳说道，你觉得这个小子怎么样？他对你安排的任何琐事都能完全执行，而且没有一点不耐烦的神色，看着很不错。不过他微微皱起了眉头说道，他才二十来岁吧，正应该是轻狂的年纪，能表现成这个样子只能有两种可能，第一是为人质朴殷切勤奋，第二有很深的隐忍和野心，城府极深。青云子点了点头说道，你小子分析人还不错嘛，不过这次你错了，这小子绝对忠厚可靠，他表现得这么卑微是因为他经历过非常凄惨的过去，过早成熟，经过我就不细说了。总之这孩子一直憋着一口气，想要修炼道法，将来他会需要你的帮助，到时候你不要推辞。叶少阳答应了一声，既然青云子没有细说，他也就没有详细去问苏钦章的身世，笑了笑说道，老爷子，你这是要收他为关门弟子的节奏啊。茅山一脉历来单传，我收了道风，本来不该再收徒，谁让遇到你这个奇葩呢，只好破例，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破例了。青云子淡淡一笑，而且我老了，你也成年了，我没法再对别人动长辈的心思了。叶少阳从这句话中读出了隐含的意思，除了你，我不会再把任何人当成自己的孩子。一句话令叶少阳心中倍感得意。把松纹古定剑拿给我看看。叶少阳起身找到挎包，把松纹古定剑连鞘取出，交给了青云子。青云子拔剑出来，一道古铜色的幽光立刻放出，林三生有些扛不住，后退了两步。好剑。青云子伸手摸过剑身上的出海入云四个字，说道，入云龙公孙胜的佩剑，斩杀过雷部三十六煞，松纹依旧，毫无煞气，不卑不亢。抬眼看了看叶少阳说道，这把剑跟你还有点渊源呢，这把剑是当年罗真人传给公孙胜的，那罗真人是罗公远的隔代玄孙，罗公远与叶发善都是唐玄宗御封的国师，叶发善掌管茅山，罗公远掌管龙虎山，这两人是师兄弟的关系。叶发善性格乖张，凡事率性而为，爱出风头，别说这一点还是跟你挺像的。叶发善名动天下，为天下道门之主，罗公远性格寡淡，如同这道松纹古定剑一样不温不火，但道法上并不输给叶发善。这把剑虽然是龙虎山嫡传，但也算是你叔祖师的东西，给你就给你了，也不是外人，不要白不要。瑞冷玉听了这话，忍不住看了一眼叶少阳说道，总算知道你这爱占小便宜的习惯是跟谁学的了。青云子的老脸一红，就当没听见。这为师啊，师父，话说这把剑虽然是好东西，可我已经有了龙泉剑了，用不上啊，我打算把它送人，你看怎么样？送谁啊？
叶少阳朝着瑞冷玉努了努嘴，我感觉这把剑跟他的气质很像，冷漠寡淡，但内在韵味十足。都说宝剑赠佳人来着。瑞冷玉一惊，你什么时候说要送给我了？叶少阳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早就想了，一直没告诉你就是。瑞冷玉愣了一会儿答道，我不要，我又不会道术，用它也发挥不出什么威力。这你就不知道了，用剑跟道士没有关系，只要会剑诀就行，是吧师父？你要没意见我就送了。青云子说道，你的东西你问我干什么？叶少阳不怀好意地笑了笑，我这剑都送了，师父您跟人初次见面就不表示一下吗？七星龙泉剑的剑诀与松纹古丁剑不搭，您懂得多，交一套适合的剑诀给他呗。青云子恍然明白，骂道，你绕了这么大一圈，感情是给老子下套呢？我说你早不送晚不送，偏偏当着我的面送，你这个小王八蛋。叶少阳哈哈的大笑，青云子既然肯骂自己，那就说明他肯定是答应了。宝剑赠佳人，双剑合璧，天生一对，恭喜恭喜。林三生看出了苗头，恭维道，不要乱说。瑞冷玉看了他一眼，但是也没有反对收下宝剑，毕竟这种至高的法器是所有法师梦寐以求的东西，尤其还是叶少阳送的。在叶少阳的纠缠之下，青云子只得表示传授给瑞冷玉一套牛逼的剑诀，心中却是大骂叶少阳，你这个小王八蛋，泡妞还得老子帮忙，自己这当师傅的管教本领还管泡妞。青云子从兜里掏出了一个脏兮兮的笔记本，趴在地上用圆珠笔飞快地写了起来。等一张纸写满，青云子把纸撕下递给了瑞冷玉，挥了挥手说道，这就是剑诀了，拿去练吧。瑞冷玉看着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和上面潦草的字迹，尤其是很多地方还涂写过，冲青云子无奈地一笑，你是不是该加上一句，有了这篇剑诀，拯救世界的责任就交给我了？青云子哈哈一笑，女娃，我告诉你，这剑诀名字叫玉灵，玉子为首，这剑法也是先手后攻，手中带攻，一共九式，与松纹古丁剑的气质正好搭配，这可是茅山内门法术，因为没有好剑搭配，一直搁置而已。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，外人给我50万我都不会教的，你先自己去练练看，不懂再问我。